大家好，我是哈迪，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东最大的科技展，每年都会有最新的技术展示在这里，我现在带大家去看一下。我后边是中国品牌的飞信汽车，它前两天刚刚在迪拜完成了首次海外起飞，我们现在来体验一下。Hello， 哈迪，来坐上我们中国制造的飞行汽车吧。好，这是我们小鹏汇天最新一代的电动飞行汽车，然后它是搭配了手动驾驶和自动驾驶两种模式。两个模式，对，然后它可以进行非常简便的一键的操作，可以一键起降，一键的进行这个导航。下一代的飞行汽车就会在2024年量产交付，到时候是一台真正的有轮子，既能在路上跑，也能在天空飞的飞行汽车。我现在来去飞一下，这个空间很宽敞的，很舒服的，坐上去也蛮舒服的。Start。我们去目的地，飞行大概20分钟，按 take off 可以起飞了。Assalamu alaikum. Wa alaikum salam wa rahmatullah. Shukran. Atamana lakum salam. Shukran. Hello, how are you? Good, how are you? I am well, thank you. I like your face.Like my face, thanks. I like yours too. Hi. Hi. Hello. Here. Do not touch me.